玩乐三分钟。哇，装载车开得好快呀！植树车种完树，准备离开了。装载车快停车！糟糕，躲不开了！装载车紧急避让，冲进了泥潭里。植树车快过去看看。装载车在用力的挣扎，加油啊，装载车！哎，还是出不来。植树车伸出了前轮，想拉出装载车，可是装载车够不着，车身又下沉了一些。快救救装载车！植树车，快回去找救援车队吧！出发！救援车队，装载车需要帮助。哦，没问题，马上出发。Go！ 到达事发现场，耶！挖掘机来救我啦！挖掘机开始救援喽，准备甩出绳子 ，Ready！ Go！ 绳子套住装载车，挖掘机使劲，把装载车拉出来吧。是吊车，吊车，我来帮忙。哦，谁在叫我？我过去看看。吊车也过来了，伸出吊钩，把装载车给吊起来吧。哎，耶，成功啦！可是装载车好脏哦，身上全是泥土，怎么办呢？让我来帮忙。不，那边有水坑。挖掘机来到水坑旁。